刚刚杨倩、杨浩然气步枪混合团体在拿金牌，白敬亭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为其打 call。 此前白敬亭也曾发文恭喜杨倩夺得东京奥运会首金。据悉杨倩本人非常喜欢白敬亭，多次去线下看小白，还表示希望可以和小白同框。这次小白为自己打 call， 相信杨倩也一定十分开心。杨倩妥妥的追星赢家了。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，杨倩斩获两枚金牌，也获得了众多的关注。清华大学也发文为其庆贺，雅戈尔还赠其一套房表示祝贺。不过杨倩本人还是十分低调，在赛后的采访中表示想吃妈妈做的油焖大虾，十分可爱。其实只要是她做的我都挺喜欢吃的，毕竟是妈妈做的，有家里的味道。说一个菜，说一个菜，宝宝吃油焖大虾。恭喜杨倩获得第二枚金牌，也祝贺中国射击队，期待中国队接下来更精彩的表现。